a little.内外门禁，上下兼顾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你这个扶手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你让你拿下这个，你是不是？你一抬手我就进去了，他不用太，他不用太。 哎呀，你好走了。我没给你一个压力，我很稳的话，你转外面。比如说你我没有刻意去压力，你突然这个转外面，我直接进去，是吧？你看你圈过来，你圈到外面是吧？ 你何必来？反正你也是防守，你转外面还不是想为好了，最好为了更好的进攻。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什么时候转内门？什么时候转外面？给你一个压力，突然放掉了，突然你把这个力卸掉，你压我的时候，让你反过来，突然就放下去了，抖一下，对。你感觉我力很稳，你去转外面没作用。 感觉我很稳了。